在，是片面无处，迷离无所在，目屎滴落来，阮爱你哪在天涯，不知伊敢会了解。就是哦，三八无有伊的饭桶挂车链。我问你，你无来无上，今做落干要做啥？敢是？是，我是讲，老公，人我吼，你看，啊，逐天我伫想你，啊，拢摕着咧扫手啊，啊咧扫涂骹，啊，我拄仔吼，啊，一看着扫手，我就特别感情诶，啊，我就想着伊，我就看着伊，我就想要甲举起，就安尼甲做，啊，做，哦。哼，你哦，原来是扫手青啦。搞诶，真惨。二姐，二姐，爸，白灵小弟，我看，这件代志咱就煞煞去。啊？哎，我是咧讲啥？啊，阮大家这辛苦咧，甲你斗相共，就是看恁某吼，可怜想袂开，想要自尽。啊，你煞讲这种话，你是毋是查甫人啊？就是伊咪。你来看，迄阮白莲吼，迄偌有勇气，偌有气魄的啊！你是查甫人，哪样输咧查甫人？对啊，你真正杀死咱查甫人的面子的。嗯。我。什么？你是查甫的？我当然嘛是查甫的。我即卖是查某诶。哎，系啦系啦，唔对，系啦系啦哈，嘿。你是查某人，你是查某人，哪咧你咧？我当然嘛一半查甫，一半查某诶。无啦，我互因用一个回忆啊啦。我当然嘛是查甫人。恁到底是啥物人？哦，啊，阮是查甫人。我是查某诶。哎呦，唔是啦，我唔是问恁这啦，我是讲。你是哪要冒充阮二姐要来骗我？你讲啊，紧讲啊！阿姐吼，我来啦！哎呀，这件代志啊，就由我来讲就好啦。好，小姐姐，多谢小姐。臭和尚，你怎会出现了吼？啊？哦，想袂到我这么受欢迎啊！啊，一只囝无看到呢啊！这么啊想我，那会妥当咧？你较臭咩？你较死面咧？阮哦，只是等你来解我代志啦。你是？连阮是和尚道济。道济？什么人称圣经？道济活佛？哎，对啦对啦，伊是活佛啦。哎，啊，不过我吼。是灵隐寺的光亮大佛。哎，讲啥？啥物事？大佛，大佛的意思是讲哦，我哦，嘿，比伊较悬一丝啊，我佫比伊较勇一丝啊，啊，我哦，佫比伊较大颗一丝啊，啊，所以哦，唔叫做大佛，啊，无，咁要叫做小佛呀。嗯，对对对，四人尊量。不敌圣经教导，啊，圣实的。求圣经指点迷津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其实这项代志是白灵想救你娘子。白灵，哦，姑娘，啊，我娘子伊，伊要自尽时是我救的，然后嘞，我想要这臭的心甲我斗相共，想袂到，吼，伊煞选去呢。什么咧选嘞？讲较歹听。我也是先去救另外一个人，佮有甚物人？一个沉迷赌海的老实人。阿伯，阿伯，阿伯，小官，奇怪，我奈无半个人。
小乖，你到底倒位啦？这是阮阿娘吼，叫我准备一挂食，佮用买予恁啦。多谢吕少爷。嗯，阮阿爹应该是伫厝里啊。伫厝诶。嗯。无啊，我来都无看到人啊。安尼。啊，对啦，信金诶。信金哦，哦，伊叫阮阿爹倒来了后吼，伊讲吼要去一个秋香村见一个好秀才。师傅去找人哦，安尼先别管。 对啦，小乖，恁阿爹吼，即马变倒多吼，你也是高工，伊莫学袂走啦。多谢吕少爷。我看吼，我先把我的椅仔找转来。好。我都要好啊，振作起来。来找看有啥物人要山地要出租的，好啊建筑来车用小馆，安尼唔使冤情。是啦，啊！ 十八啦！变啊！哦，对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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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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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，学生主任误会。啊？误会？非常之好。那呢，家俊，我问你，你夫妻中间何为大，何为小？祖宗有言：夫为天，妻为地，又说男人是一家之主，所以学生认为是学生为大。那呢，你的意思是讲天在高，地在低，天地有分高低咯？是。那呢，你就错。学生错在哪里？天价。日月车神，白云清风，本来就是生命的基本。地者，就是负责孕育心灵。再讲，你的头壳顶也无去拄到天，啊，不过你的脚却是踏在土地。人讲有天无地，人是无法通生存；有地无天，人也是无法通生存。所以讲，这天地早就合二为一，那有啥物关系呢？是。唉，你佫讲你是一家之主，那呢一家之主就爱担任家中的经济，就爱佫保护家园，爱护妻子，你敢做到？是我，你呀、啊，每天干来遐读死册。袂晓运用应变，讲啥物闪光即几只手袂当做粗重的工课。唉，排字话又惊人起笑，
打也袂当打，做也袂当做。你的生活经济完全都要靠你的娘子来维持。你讲你是一家之主，你敢做得起？哎，对，嘿，好，好家仔，好家仔哦，我唔是真正恁二姐，我若真是恁二姐，我早就，我甲你拍到，互你尻川八平。对啊，何秀达，我看恁娘子哦，唔是迄种不三不四的人，我煞感觉吼，你我都娶到恁某是你的福气的，迄是你顶世人小好样的。也毋过我的心内，你的心内还佫有疑问是毋是？哈？有疑问就要去甲解开。恁两个夫妻还佫有甚物袂使问？才讲的哈，只是伊的大兄大嫂对学生的态度，一个迄金星，学生要甲原娘搁见面，是无可能啊！唉，惊，你是咧惊什么呢？册中毋是有写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搁再讲，恁两个这件代志，白灵啊已经去替恁两个调查，你当放心。前往客家，即马搁去。圣贤，方才供养大师甲德清师傅已经陪阿达先去了，只是阮去互赶出来。即马搁去，恐惊诶。哎呀，你想唔找哈？你找这两个扑龙宫诶啊？哎呀，成事不招，败事有余。这，哎。哎，歹势吼！你这样是咧讲啥？啥咧败事有余啊？啊！你意思嘛讲，我逼请落去，拢食无路用啊？对啊，有啦，哎，有真大诶路用啦，啊，只是用唔着所在啦。安尼要用喺啥物所在？用担李老师遐。哦，李老师咯。李老师是啥？是啥？规定吼，恁两个去遐就对啦。啊，对啦。啊，瑞芳哦，要你遐，伊讲吼，你若去吼，要好好请你食一顿个醋吧。来，真袂甲早讲个。你又唔是唔知，你厝边我吼，上爱迄种有食过有料。别请啊，哎，来人，赶紧来去。好，好，行。小戴，啊，叔弟，啊，哎，你倒是，因倒是住喺倒位，啊，要来行。干，躲，安尼我会知哦，啊，真死哦，咱家吹，哦，家俊啊，那呢，你会当放心前往考噶，啊？圣贤，你的意思是讲叫学生家己去？对，人咧讲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啊，和尚就在此等你的好消息。老师，这旧条是你签的呢，是搞你都要害钱啊！好了。啊！拄则恁讲是算佚佗啊，即摆哪会变真呢？谁甲你讲算佚佗的？老七嘞，你输怎样呢？我甲你讲哦，明仔载无提钱来害恁查某囝，我甲你来买，行。我小等，拜托，你借条还我好无？还我啦！害你无可能啊！还我，哥，拜托，我求你，你借条还我，放手，拜托，别讲，放手，拜托，你讲啊！你冲啥？阿伯，阿伯，你有受伤无啦？我对不起小官，对不起小官。阿伯，你听我讲，因为啥怕你？我阁跋脚，我。欢迎我。哎呦，万一哇！安尼阿嫂有嘴讲甲无烂，啊，咱甲你苦劝，你哪拢听袂入味啦？阿嫂，不是我无要听，是家阵
这阵真需要我，我必须要马上回去。哎呦，大家族有啥物好啦？送到要给鬼抓去啊！你搁要滴？婉英啊，你爱替你家己哦想看卖啊！不管安怎讲，我谢谢何家啦，谢谢何家的鬼。你莫笑想啦，我跟你讲哦，这张哦是何家族哦，给你的休书哦，我哦会好好给你保管啦。 你唔通忘记你呢，你即嘛是许有你的信号的吼，甲你收着呢，等下外头厝呢，你无听人咧讲，忠兄如夫，忠孝如命，后摆你的婚姻哦，都互我来甲你做主。大哥，婉英，阿兄家属拢是为着你好啊。大哥，你竟然敢为着婉英哦！ 想袂救你，救你，让我等于个家族团圆。这，等你看我要创啥物啦？你讲啊，你家己讲啊。大哥，你是不是什么代志？你问看我。大哥。小妹，你会记得三年前啊，有人来咱家家爹提亲。 迄个时阵，阿爹就是嫌对方年岁伤济，所以伊才无同意。后来伊将你嫁予何家，想要到你在何家这三年安尼拖磨啊折磨，你知阿兄的心肝是偌痛，心偌唔甘。所以阿兄才……王万伟，真正的王万伟啊！哎呦，万友，你也知王万伟哦，那你代志就好办啦、啊。 喂，哎呀，阿嫂，王万伟年纪会用做我阿爹，怎办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我跟你讲啊，你要答应唔答应哦，不用去算这里啦。你还知影呢？你用个嫁予王万伟哦，是你的福气呢。那王万伟某吼早就死啊，为啥物无搁再娶？就是因为心无得够有你啊。 我唔赞成，我无答应。我跟你讲啊，要赞成唔赞成哦，你袂用做主啦，规定哦，你准备嫁王万伟就对啊啦。江小姐，嗯，我看哦，可能是这间哦。这间？嗯，不会吧？哎。 迄一间哦，迄边迄四号因兜搁较破，搁较烂呢。迄雷锋敢会伫遮？啊，啊遮敢有可能有食过有料了？嗯，啊，大队书记可能袂安排啦，咱也是约来看卖下咧。嗯。有人伫咧无？有人伫咧无？有人伫咧无？哎，哎，嘿嘿嘿嘿。 哎，唔是啦，主管，主管，主管，哎，主辈，主兄，哎，吕兄啊，哎，哦，先生，恁师傅哦叫阮来啦，哎，讲来遮哦，你和阮安尼有遮，有人伫遮，啊，阮来遮。 看卖哦，有啥物好斗相共的啦，吼！哈哈，师傅哦，真是菩萨心肠啦。阿伯伊哦，阿爹，你是去倒位咧？阿妈是吕少爷带你回来。爹，阿爹，你哪有爱讲话啦？我该死，我该死啦！我该死。 怎么讲咯？哎，潘连刚搞笑人呢哈！哎，姓何的吼，哎，不对不对，啊，请我来个姐姐了哦，无啥正常啊。对啊，哎，苏爹啊，到底是啥物代志啦？阿伯，你莫讲嘛，笑我阿爹对不住你，我来从事。阿伯，放手，放手，美英啊阿伯，你安尼做，你更加对不起小官啦。阿爹啊，我拜托你啦，不管你啥人，唔对，怎么样嘛，袂怨你。 你若自杀，怎么这么无想要活啦？我可怜的查某囝，小官。
你做同情心呢？你看人家讲过，我当然嘛同情，我同情我家己啦，我上个歹命，我今日全天闹，上个歹命回收啦，拄只只强强，煞就头搞好出来，啊，即马又叫人家过来来白家，定咧滴滴搞搞，我都做野话啦。 心怕谁人看？甘愿水雨茫茫有谁人？上惊真情。